希望今次阿 Sir 食得開心啦。將我們的心意交給阿 Sir， 希望阿 Sir 都知道我們不單單是沉默的一群，但我們是支持阿 Sir 的一群。我都希望憑著這些食物會帶給阿 Sir 一些的鼓勵，一些的支持，他知道有我們這群市民在支持著他，正義必勝，這個世界是有公理的。